站起来一下。干嘛？你站起来，站一下。嗯，我们公司明天让我们穿女装去，就这事儿啊？嗯，放心，保证不会让你露馅的。小七，你真好，你真是我的独来一妻。手给我拿下来！现在知道不好意思了。我都说没有了，放下，放下，快点！让我穿这种衣服，我的天！好好好，给我放下！太过分了！行了行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别跟他吵了。叶子叶子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穿成这样没有方便啊！哎，既然照片、视频都拍了，要不就换了吧？哎，说好一天的啊！一分钟都不能少，要不叫什么惩罚呀？对，不是啊，江总，江总不方便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呢？还有一个，陆离，陆离，陆离，他人呢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不会是逃了吧？知道这个面具下面是个男人，我可能陷入了第五十八次恋爱。若天仙，判若两人，风华绝代，东方不败。陆离，来下我办公室。需要帮忙吗？帮什么忙？没事，今天造型不错。我先过去了。嗯。还看呢？啊！我说完事儿了吗？造型摆好，快点！你总能说话吗？快点！要不是江总，我才不敢。江总要是我，我能这样干啊？来，听清楚。